阿亮啊！哦，恁遮早就咧作业啊？阮透早三点就作业啊。啊，三点？系啊，那会遐早啦？啊，人普通一般是拢下晡时啊，恁那会用许透早的？因为一般人是做一间了，规群做一间了。啊，阮是家己慢慢啊了，一间一间了，因为阮要留细尾啊起来。哦，阮掠大尾起来加工。啊，因为阮无法度，阮无法度一间做一间了。哦，所以较辛苦啦。拢坐在迄竹排啊顶头吼，啊，安尼一只安尼掠，你看咧。人一般就是用大网，大网安尼拍来，我会记拢喷到规个哦。阮用这个方式，用迄落波士林啊，一尾一尾绑。安尼哦，嘿。哦，我看你这只有，安尼你这是差不多有。我这差不多买到两架。咱来抓看卖，系啊，咱要坐这台哦。对对，咱坐这只。哎呦，那我阿陈啊吼，经验十足啊啦，坐这竹排啊，哪有啥物困难啊？无生菇的啊，你啊徛好，莫乱振动哦，慢慢啊浮落来，哦安尼啊坐好，啊那无哦，你船会变过哦。来，三个人都会变过，没啦，放心。来啊，看房啊！你救我，你救你的脚。啊，有看到伊啊？有啊！我教你啊。哇，伊啊，伫啊，这房啊拢绑条，这是要哪绑啊？哦，就有难的。哦，啊，你手汗的。洗一下，接下来。安尼哦。啊，你若刚硬拽吼。就穿甲个六块。来，我甲包看卖啊。只有一只。嘛有啊。哦。来，我看卖。倒手抓嘞，了啊。倒手抓嘞。袂起来，安尼六块。安尼六块。来，再看一下啊，来。拿着。哎，手顺势。哦。这样就好了。你来抓嘞。长哥，你遐迄边足多呢。嘿啊。安尼要安怎？咱也搏袂。长哥是全网啊，毋是全鱼啊。哈哈哈哈哈。全个鱼啊头，甲鱼身。全个鱼头龟啊，哦，所以是全网啊，毋是全鱼啊。哦，这无好搏个钱。真正无好搏，这下技术，所以你看阮即摆，车无人通搏啊。因为无人会晓绑，像这个，我绑只久啊。对啊。啊，拢用手工的啊，这多是要哪绑啊？啊，慢慢啊绑啊，而且阮都袂当抓伤久。啊，一天会当抓几只？一天哦，差不多500至800，500-600只安尼。哦。啊，别人呢？那是用电的。别人用电的，一届抓10,000尾。好对啊，用电的迄个大网从我来嘛。哦，起来。哇！就你嘞。哦，这么简单呢！阿亮在咧讲哦，半暝三点来抓，就是呢要探鱼啊，还搁在咧困啊，偷偷来抓，安尼啊，接袂起哦，鱼啊吼钓青惊啦，因为煞白鱼若是惊到啊，伊的肉一条会缩起来，口感就无好啊。嫌过哦，这种抓法哦，有影哦，真高工，又搁真费时间呐。嘛，因为阿亮哦有这份坚持，伊的煞白鱼啊，虽然讲无法度来量产。也唔过呢，无毒的养殖方式啊，价钱是比别人低好几啊倍哦。玻璃看一下好物件啊，你伫遮啦，伫遮啦，你看。哎呀，我拄则行过来时阵，敢若小可有一点酸酸的臭臭的味呢。这是阮的困境的困境吼。困，哎，是这困是要创啊？水箱咧改革的时阵，是讲地面。哦，较臭土的时阵，阮就靠这来甲做分解。哦，因为阮的理念是健康的环境，自然从健康的时阵来分解。哦，我像你这温啊哦，啊这温啊，这拢是抽地下水起来饲。无啦，阮遮拢是用自然的海水。啊，既然海水那就遐麻烦。对啊，就免饲只，都海水都甲抽干，啊，搁甲灌入来咯。灌入来就好势啊。一般的做法是安尼啦，但是因为哦。阮的做法方向较无同款，就是阮是主要是过程当中，阮无建议海水，因为咱台湾西部沿岸吼，拢有天然的地点，开始用了我来饲水，阮就先来做分解。哦，顺着多礼拜来分解，对啊，先分解，先养一下海水。阮先饲水，饲水了后，再来饲鱼啊，饲虾啊。我饲鱼啊，饲好多个。咱是主要是过程当中，因为有一挂餐饮事业要开始用，所以造成这个浮水一定。
污染嘛，阿摩尼亚也是要酸。你若将这个时，你若这个时阵将苦辣水甲流入大海，你就是污染大海。所以这段时间修行了，我来个饲水饲到两公分。饲水完成了，才达到后大。饲水完成。哎，啊，开始来饲到两公分。哇，所以讲哦，这种学问了了啦，是讲啊，饲完咱想的也简单。实在想也无简单啦。阿良将爱护土地的理念化作行动，虽然家己只有是一个小小的养殖户，也不过呢，每一工伊每一个动作，拢是伫咧守护土地、爱护咱台湾，回归上单纯、上天然的养鱼方式。无偷工减料，五年来的认真拍拼，嘛，予阿良摕到欧盟无毒标章的认证，通过着定定的检验合格。是养殖界的第一的人哦，即卖伊的独门自然熟成的秘事啊，要大公开啊哦，对我来去甲看卖啊一下，还是讲哦，这间看起来无啥物特别的，是有冷气啦，冰封砍锁技术，无敢的是这台，对咧，啊，这台是伫咧烘烟墙的啊，无敢的是这台冰箱，嘛唔是咧，我阿良啊，你自然熟成到底是安怎做的啦？昌哥，歹势啦，这我的食饭碗吼，啊，无都公开啦。你讲话要坐来看这個，阿娇去甲你掠鱼啊？所加工这块部分，就是靠这门技术。啊，迄是算，迄是算规台机器哦。咱传统的鱼仔竿拢是吊一头咧拍。啊，对 对， 對，吊一头，拢一头咧拍。啊，因为你一头竿下底咧拍吼，有一挂环境污染，哦，鸟仔屎啦、乌蝇啦、灰尘有诶无诶，啊。买手阮去听到讲，啊，有一种叫做冷风干燥机，结果阮买袂起。哦。阮无钱通买啦，因为前几单阮熟悉的了太侪，无钱通买即块。啊，但是阮爸仔囝吼去看看了，单倒来家己研究，家己做，过程当中算一种误打误撞啦。阮意外达成了所谓自然熟成的效果。哦。啊，所以即块阮目前国内可能也无人有即种技术伫个。敢有拄到啥物困难？三冬前，我着有一暝，我规躯骨啊，鱼啊、虾啊，一尾都无剩。是安怎？冰窟中死。哦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迄冬吼，因为七月进前吼，台南完全无落雨，所以水位降低，盐分会提高，啊，造成整个有氧化，然后藻相过度繁衍，啊，集体缺氧。所以迄暝，我住九点外。暗时啊九点啊，发现状况唔对了，啊，因为咱也无其他的啥物迄个急救药，啥物药通下，所以咱只会使讲啊，看会到咱个雨点。迄暝我自九点啊开始雨，雨到隔天透早七点。雨900多米，啊卖无1万块，啊剩的拢无去，了200万。那淹落可能了30万，了40万。但是因为咱坚持无要用遮个物件。所以变作咱只目睭金金，看鱼啊一尾一尾浮起。阿良伫咧讲五年前呢，伊还阁是大陆 LED 工厂的 CEO， 因为呢破病才倒转来接爸爸的鱼池啊。拄拄开始的时阵啊，将钱全部拢弹落去，无多养殖是每一年拢了钱，身躯顶啊无钱嘛唔敢去甲某讨钱啦，为着省开销。所以讲，一天就是吃一顿，因为呢，伊的心内舒舒服服的，就是阿公时代迄种靠双手打拼、靠天吃饭，实实在在的生活态度。为着创造出高赞的生态，伊什么艰苦，拢总愿意担。叫我为着你。每日心稀微，深深思慕你，心爱的。节目，我记得订阅草地状元频道，那个右下角这样，把订阅按下去，按就对了啦。